你喜欢画画吗？还记得那个只是在考卷背面画画就很开心的你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元琪，现在是一位全职的插画创作者。或许你还不认识我，但你有可能看过我的绘本或是插画作品。我喜欢用我擅长的插画去画出我的心之所想，诉说那些我想让世界知道的事。这次我和 PressPlay 合作，用3小时的时间教你 iPad 可不只用来追剧，还可以轻松自在地画出疗愈作品。过去你曾担心要花好多钱和时间买纸张、画具、电绘板，付月费买绘图软体，逐渐拉开了你与画画的距离。而 Procreate 和 Apple Pencil 刚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。不论你是准备尝试电绘的新手，或是已经使用 Procreate 一段时间，想要学习新的绘图风格，只要你跟我一样喜欢画画，都邀请你踏入 Procreate 的小天地。我会从最基本的界面说明开始，带你了解 Procreate 的界面功能，以及我最推荐的实用小技巧，亲自示范动物、植物、静物，以及我最擅长的绘本风格人物插画，包含构造拆解、上色、制作光影效果，并运用色调滤镜来营造视觉气氛。透过课程所学，勤加练习，相信你也可以画出属于你的唯美疗愈风格。准备好你的 iPad， 加入这堂新手的 iPad Procreate 插画课，一起来为生活增添唯美风格吧！